大伙是小将啊，今天来教大家折一只会跳跃的小老鼠。它的眼睛啊非常的大，显得整体啊呆萌可爱。尾部的这个弹射装置啊，原理和之前折的小青蛙一样，同样是根据按压序列啊进行弹跳的。我们接下来啊来试玩一下。我们先把纸张啊十字交叉进行对折。然后中线对折。对面也是同样的折法。然后中线对折，这步对折时啊，注意啊，我们要左右对称，对面也是同样的折法。然后中线对折，中线对折，对面也是同样的折法。接下来啊，将它左右打开。然后中线对折。对面也是同样的折法。啊，接下来这一步啊，需要向上进行对折。对折时，我们需要参考啊上一步的折痕啊，然后再次进行对折。这一步啊，可能会稍微有些难度啊，大家可以根据提示信息啊进行对折。
这步对折时啊，注意啊，我们要左右对称，对面也是同样的折法。然后把这个小三角啊塞进去，将其锁起来。对面也是同样的折法。现在小老鼠的脑袋已经折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开始折它的弹跳部分。
现在已经全部折好了啊，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，你学废了吗？今天的视频啊就到这里了，如果你知道有更有趣的手工作品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好的，小伙伴们，我们再见。